恋爱压住高潮。拍婚纱照是我提出来的，得扎。你干嘛穿这西装过来啊？你很漂亮啊。他会觉得我该吃醋的。肯定是分手收场啊。明天将是你们在节目里的最后一次约会。就说了解歌手，为什么要有最后一次约会？戏假情真，残酷拆散。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爱你。剧情实验恋爱，我们相爱吧 ，Now Jelly。